Jacky 张梦谦。好，大家晚上好，我是粉丽丽啊，我其实从事主持，然后歌唱和演艺这一块哦。然后今天很开心看到大家在这里。哎呦，这个我就是英文不好，要不然我自己来了。长得漂亮就一定要站在我的旁边，好吗？哎呦，周杰伦先生，哎，林俊杰先生，蔡依林小姐，邓紫棋小姐，今天通通都没来。哎，但是呢，放心，一定要来，一定会来，也必须到来。Unfortunately, Jason, Gigi Lin, Jan, and Jolene, they are unable to. 不用翻译。OK。没有来，不用翻译，不用翻译。大家听得懂华语，不用翻译，不用翻译。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次感谢每一位亲爱的来宾朋友的到来。我们接下来请隆重的允许两位主持人为大家介绍嘉德娱乐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卢莽先生。有请卢莽先生上台致辞。来，请。